答案之书，答案之书，告诉我今天晚上我看不看葡萄牙跟比利时踢比赛？答案之书，答案之书，告诉我今天晚上我看不看欧洲杯葡萄牙对战比利时？我就翻第一页，今天看看第一页是什么？使用说明，不是，别失望。哎，朋友们，他说别失望，别失望。别失望就是不会失望，不会失望就是说今天有一支我说实话我比较看好葡萄牙球队，对，别失望就是不要失望，不要失望就是不会失望，不会失望就是葡萄牙球队有可能会赢。 OK， 今天晚上告诉我要看比赛，然后叫我让我给我说不会失望，所以葡萄牙有可能会成功晋级，只是猜测，对，第一页告诉我的。 OK， 那晚上拭目以待。